我宣布议案获得通过。今日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宪制责任和历史使命终于完成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三读通过，国家安全得到有效保障。我们履行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本地立法的宪制责任，完成了历史使命，不负中央所托，不负国家信任。我将签署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法案，并会在二十三号将条例刊宪公布实施，即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将在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正式生效。等了盼了超过二十六年，差不多二十七年，终于呢，我们叫做完成了我们的历史责任，也是基本法要求我们的宪制责任。我们通过了三读，通过了这个二十三条的本地立法。大家一起维护好国家安全的未来，我们中国香港的未来，对维护好国家的安全呢更有信心，更有底气。